左离岛旅游，我来了。我们有媒体朋友问到说，为什么叫台湾派？那台湾派呢？我们是因为台湾的海洋，四周都是海洋。那海洋的文化，除了说是鱼，比如说是养殖之外，还有的就是海洋的活动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台湾派是一个很年轻、很活泼、很阳光的一个品牌。那台湾派的派，那在台语我们叫做派，就是海洋。那在国语那就海。所以呢，台湾派有跟海洋的文化、跟海洋的特色、跟海洋的旅游做相关的连结。那我们也就是希望说，在这个品牌的推出，然后跟我们相应的业者能够合作，然后能把这个品牌打响，让我们的这个民众要到离岛旅游，从事海洋活动，都能够首选台湾派。当然，这个是我们的建立这个品牌的一个理念。那另外媒体也问到说，这次的展览那有一些什么的特色？那除了我们把我们新的船，还有我们新的那个旅运设施，让大家能够充分的了解之外，那我们今天下午4点，是不是我们也有网红会来现场？所以也欢迎大家留下来，等一下网红会到，那我们希望网红也来跟我们做一些这个互动。那另外我们有一些这个节目游戏在不同的时点会来做这个进行。那我们今天也有蓝白，也有一飞王，还有我们的百丽还有我们这个旅行社方面他们都在现场等待。那今天有推出很多优惠的商品。我们老板好像有推出说每日十件那个零元的那个交通票券，那我们百丽呢有特优惠的这个票，到陆带到马方两人同行来往只要3000块。老实讲，这个在市场上我也没看过这个价格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来跟他们先预购，因为他这个船票一年留下，所以你现在订的里面还是可以使用。所以今天有一些这个好康的活动，然后有现场的游戏，还有刚刚讲的我们有一些打卡那现在线上打卡配上送 LINE POINT 那可以做那个实景那个解谜的游戏，所以事实上好康很多，大家多关注我们的那个 QR code 整个专属网页跟 LINE POINT 大概就可以关联到我们的相关资讯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目前的这一个新航线，大概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部署，然后会跟大家接近。但是我们还有新的船。好，来这边就轮到我要来继续介绍了。来，刚刚我们组长讲到新船舶，那各位看到目前下面的建新8号、蓝雀跟双极福气，还有呢我们的南北之星、凯旋8号，都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航线。是呢，就是新台马轮这个呢是我们未来就是明年会有的主力航线。那呢也会再透过呢明年我们3月跟8月的公布之后呢，到时会有更多的活动。新台马今年的8月就会再次下市，然后未来呢，它在明年3月就会开始进行这个从基隆，然后到马祖，还有东引。东引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个海上的花园，所以呢，未来新台马可以做这样子的运用。那另外还有一艘这边的新台马，目前高雄到马祖有一艘台湾在里面。那我们呢，交通部特别为桃园的乡亲，另外打造完全的新的一个15间的台湾馆，而且呢，这条路，它的那个视觉印象是我们台湾设计研究院帮我们设计的外观。那我们一样，各位长官，我们就持续的挥手。